对呀、竖撇先向下垂直，到末端的时候向左撇出去，横折钩，横料细，提按，然后向下。垂直高低要有错位，横里面的横要往上面靠，要写的短一点，竖画在中间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尽量往上面靠。把下面空间留大点，上紧下松，撇，托，手点应该在横画中间偏右，第一横要长一点，以这个竖笔为准，下面的话呢不要超过它。口到梯形，上宽下窄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左边是斜的，右边是基本对齐。右部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撇，我们尽量写的短小而平，横也不要写太长，竖弯，注意。正一下，两头粗，中间细。这个地方要自然挤，两，我们看一下，上面两个竖画往中间斜，横托住两个竖的笔画，口的外形上宽下窄到梯形。竖的，在应该在口的正下方。向右上方写间距，点要高一点，要高于这个左边的口，横左低右高。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起笔要轻。竖画，这要是垂直，两点往上面靠，这个往上面写的铲，横撇分成两笔书写。横和撇，横左低右高，撇在点的下方，由粗到细，竖画用垂路竖，不要写太粗，点不要写太大，两个撇折点应该是写的紧凑、短小。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横料稍微细一点，然后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这个横略长一点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在中间要垂直，用悬针竖向下。要长一点，高低错位，空间大，上面间距小，这个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所以宽窄。